比广告还要好玩，会超乎你的想象。它里面可以让你学到包扎、CPR 那些可以救人的秘诀。我最喜欢妇产科，因为呢，我可以看到妈妈生产的过程，还可以帮小 baby 洗澡和照顾她。进手术室，你要全身都没有细菌。我们今天也体验了刷手，让我知道手部要怎么清洁，然后还有它的重要性。超音波里面有心脏，还有肺，还有肝，里面都很像真的，但是是假的。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呼吸治疗的课程，我才知道也体会到阿嬷当时插管的辛苦，然后也更加珍惜和阿嬷相处的时间。这个营队我觉得非常的棒，如果你们以后想要当医生或者学些医学的知识，欢迎来参加。里面也吃的还蛮好吃的。